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喜欢唱情歌的四号选手 Chris 廖一维。为什么喜欢唱情歌呢？因为小时候跟女生告白呢，老是被人家拒绝。那在感情的路上呢，也一直都不是很顺遂。所以我在唱情歌上面的诠释呢，有着属于我自己独特的演绎味道。那当然，这次还是很开心啊，可以代表卡嘉莉参加唱好歌创的比赛。如果大家想听下我系点样唱情歌嘅话咧，就一定要支持我四号 Chris 廖一维。今次唔好再拒绝我啦。